大家好，我是桂原子。之前呢，我有出过几期关于假水的教程，那有的宝宝就说，姐姐，我没有挂耳胶粉，也没有退热贴，能不能教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做假水呢？那今天桂原子就来教大家一个更简单实用的方法做假水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，首先在碗里加入胶水，然后倒入比胶水多一倍的白开水，注意一定要是热水才行哦，小伙伴们使用热水要注意安全。然后用搅拌棒把它们搅拌搅拌，这时你肯定觉得自己就是在搅拌一碗清水，一点胶水的迹象都没了。为了让假水更美，我加入一些淡紫色的珠光粉，搅拌后珠光粉都浮在了表面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直接添加澄清水来澄清即可。这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去搅拌啊，渐渐的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凝结成型了。哇，这假水真的超美，有种蝴蝶翅膀的感觉。现在用手摸摸它还是很烫的，但是可以感觉已经成型了，并且也不沾手，将它放置一段时间，现在它已经没有那么烫了，斑斓的珠光纹路着实很美，拍起来水声十足，流动性也很棒呀。这种方法做假水基本没有难度，小伙伴们也可以试着调成马尔代夫色，拿去整蛊小伙伴，一定不会被发现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